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？你要讲什么？我想要再解释一下今天下午我没有固定的原因。徐小姐啊，她想要来买灯泡，可是她没有现金，又不知道邮局在哪里。你跟我讲这些要干嘛？我觉得我有必要要解释一下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我也不在意。可是我在意。在意什么？我在意你的感受啊。你今天下午看到的那些，我觉得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不是我主动抱他的。你们谁主动抱谁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晚安。你要干嘛？汤已经凉了，我再帮你热。不用啊，我没有汤。饭锅里面还有饭，我来帮你。这里是我家哎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喝汤，我不会自己来哦。你可以不要一直念，你是我妈，我会安静吃一顿饭。那个 QR code 招牌哪里做你知道吗？棉龙是不是啊？我问你 QR code 招牌哪里有做你知不知道啦？你不是说我不要念？现在是我问你，跟你刚刚念不一样。上网查就有了。你念两句你就要生气了。阿牛哥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剪荆棘啊。那我可以帮忙吗？好啊，两个人剪比较快。可是我现在手都黏黏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啊。等等，小心小心。有你。这好难。哦，碰到眼睛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手不要碰，手不要碰，那个要用水冲。可是我眼睛好痛。走，带你去浴室，去浴室。阿牛哥，你要牵着我，我看不到路。小心，小心。好。哎呀，疼！啊，不是被荆棘碰到了，不怎样。阿牛哥，你把我弄得好湿哦。你等一下，你再忍耐一下。对不起，那我小力一点。啊，这样好痛啊！你弄痛我了啦。那我轻一点呢？那这样子呢？哦，很舒服。那你还好吗？我这样可以停了吗？你再帮我弄一下。阿牛啊，你最近跟那个天爱小姐走得很近哦。有吗？只是最近刚好不知道为什么都会一直遇到她而已。哎。啊，你对他有没有那个灰啊灵感觉？感觉，我是觉得他对你好像可能隐约有点对你有意思。是哦。嗯。我对他没有像荆棘这样。酸酸甜甜的感觉，可是我对哨子有，我只要看到哨子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听到他说话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荆棘的感觉，酸酸甜甜的。阿牛，有些荆棘它可能没有长得很好，如果你要硬吃它的话，它可能只有酸味，没有甜味。No good eat。我知道我们不适合啦，他自己也有跟我讲过了。那你怎么想？他可以不喜欢我啊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止我喜欢他。可是，哎呀，少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不会缠着他不放啦。我会把对少子这个荆棘的感觉藏在心里面。然后把它埋起来，不会让它为难的。我是来代表张氏集团主导改造凌霄街，不是只是讲对吧？再继续骗下去，你自己只会更痛苦而已。可是，
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怎么开始的，就怎么结束吧。关注你了。